循环，简单讲就是财富由大变小，由小变大。看不懂就随波逐流，看得懂就赚得到。这是强调了财富的变动是一个循环的过程。有时候财富会增长变得更大，而有时候它又会减少变得更小。对于那些只是盲目跟随市场趋势的人而言，他们可能会错过许多赚钱的机会，无法从财富的变动中获利。但对于那些深刻理解财富循环规律的人来说，他们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，并把握适时的投资机会，获取利润，从而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。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市场趋势，理解财富变动的规律，才能在投资中取得成功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